赶快下载挑战吧大神 APP， 网红直播主呢线上跟你呢摸一把。想要挑战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报名哦。好，欢迎今天四位参赛，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艺人啊刘晓毅，上一期的39400奖金被我守住了。29400哪个？29400，多加一万。每次都败在你手上，哼。这是你手气不好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败到我手上，真的。砍了三个人到我手上也那样，对，一把牌就结束了。都是那个老师啦，都是。一直给我吃西，给我吃西，一直吃西。哎，有老师你才能够打到真的这个种子啊。对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有一集嘛，加油！好，好不好？欢迎。哎，第二位，哇，就是这个 TikTok 说，这个有粉丝，大量的粉丝啊，他叫绅士龙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虾。哦，龙虾，那为什么叫加个绅士呢？哎，因为之前江南大叔有一首歌叫《Gentleman》，然后他 MV 里面做一些很白目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比较符合我个性，所以我就叫绅士龙虾。你也算是白目型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的主题都是一些搞笑的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比较难得会有这样子。哦，很难得会穿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今天是我们有福气了。对。对，有这个眼福了。啊，短影音大概多长？3分钟。30秒。30秒而已啊，到90秒差不多。是哦，他们有说有一个精华的。是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现在也有人把我一些东西剪到很短的，剪到 TikTok 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几乎都是骂人的吧。我们很久没有骂人了。那要剪我跟唐宋是那一集啊，别的剪不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欢迎龙虾。第三位，我们这个党国元老了啊，不得了了，我们今天难得请到了啊，张国龙先生。嗨，大家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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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张先生，您从哪里来？我从竹南。你需要穿到西装笔挺吗？第一次上电视啊，正式一点。这一辈子第一次啊。对。哇。那会紧张吗？会哦，会紧张啊。看不出来。你今年贵庚？68。68。我才大我4岁啊。嗯。对不对？还好吧，年轻啊。好了，我们的竹南来了，欢迎啊！来，最后欢迎，哎，嗨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家庭主妇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上班族。上班族，那你住台北？我住桃园。你住桃园啊？嗯，哇，所以你要桃园来的，那龙虾是台北吗？我是台南人，但现在在台南人，现在在台北工作，所以其实都大部分都是的，都是我们都是基本上都到台北了，都是北漂了，对，啊，对啊，桃园竹南的，好，来欢迎今天四位，哎呦。好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。好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啊！今天呢，我们画面是算蛮整齐的，漂亮漂亮，很美的，很美啊！这个张先，今天这样子安排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就算没有营业甘愿，对不对？就算是今天没有打到最后，对对对，他也开心，值得值得，好吧？好，这是我们的卫冕哈，小毅来，好，开始。六，看四张牌。先看小玉姐的牌。哎，看绿。And， 龙虾，国龙。好，可以出菜哟。好哦，我当机。到底是左手？你是左手。左手。不习惯，慢慢习惯一下。好。发财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一条。baby， 用打的女人啊，来发财，白皮条饼，有国荣哥都没有大字，哇！那国荣你是客家人吗？祖先是，祖先是，这怎么回答？回答好妙哦！我不是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竹南是闽南人哦。碰，就竹南，闽南比较多了。左手，来，左手拿下，左手，哎，左手要剁掉哈。黄忠，碰，好的，2万。
二条，吃一张。里面国荣哥吃最饱，七条，三窟窿，七条，吃的，五万，还有安葬党，哎呀，真好。二条，吃一张。里面国荣哥吃最饱，七条，三窟窿，七条，吃的，哇，十张，五万，还有安葬党，哎呀，真好。是卡上抓。五花一桶，六条，糊了，哇，双响哎，哇塞，还单调，哇塞，哇，那这样子龙虾，你东风淘汰了，大家没有福气了，呀，这边庄家。那边屁股单调，多一各一台，各一，嗯。东风三缺第二吧，哎。好 ，N， 加满。对，不中间。九，看四条牌。先看 N 的牌。那个没有转正。龙虾，活龙，来一接，好开始，可以出菜哦。好，东风。来抓牌，三万，哎呦，来哦来哦，放那个双响炮啊，二万啊，炮，八万，先拿炮，好，靠那边，好的，是头，炮。一桶。发财，没有人发财，一桶，一万，碰，让我碰一下，一条。九条，二桶，三桶，九笔，碰，糊了啦，那牌倒下来，啊，只有庄家台。现在是我们的东部山圈第三把。没有连庄，没有连庄。龙虾，六点，搞哇喽！好，十二，看四角的牌。先看龙虾的牌，龙哥，下一节。哎，好，可以吃菜哦。哎哎哎，你已经开了对不对？那也难怪想说多一只南风，难怪会相公。南风，得。南风，二条，吃一张。先拿牌。北风，碰。风哥，红中，碰，发财。先逃牌，九票，九票，二条，靠近线，二条，九万，九条，九条好汉再一般，一笔。八条。
红中。白皮儿。漂亮。九饼，又是你。先丢了。七方。南风。五饼。到了。好。龙虾。哇。就是门清庄家了，两台。东山圈一最后一把的报告，你们四个人积分。现在最高分是 N 的5600分，那龙虾现在是4500，博龙哥是4900，小易姐是5000。好，你差这个第一名呢1100，好，你差他1100，1000你要一台的话，你胡他也就超过了，好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三个基本上差不多，啊，4500、4900、5000，你们三个，你们三个谁放炮谁要被淘汰了，哇，啊，来国龙，好，请闪。黑色的、这个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。火龙哥，小一姐，哎呀 ，N， 龙虾，悬了，可以出菜了。来过了，发财。这个牌，悬了，换招，8万，吃。龙虾上一把牌很快啊。东风。等到记得牌先拿进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的。五花，你是闻过关了啊？发财。八饼。5万。吃一个，好，收了呀，7桶，9万。国龙哥，我们很不合牌，我们会这样，这次都不合。北风。八条，南风，哎，打错边，差点把它放在一起。又是八饼，三张。哎呦，不管，先打八条，给你打。4条。2万，碰一个，1万，好像没碰，少一桶，对，7桶，哎，又停牌了，小一姐好厉害哦。又停摆了，1万，五花，五毛，白皮，然后，给你还差1万，只能还差，哎，还是白皮，一饼，只能靠自己的抉择。这个洞，不是吧？傻眼呢！5条，5条。哎呀！挑战吧，大神！这个洞，不是吧？傻眼呢！5条，5条。哎呀！没办法。哎。干嘛啦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吓死我了！真的是微笑。6万。哎呀！哎呀！龙虾放掉了。原来是帮 N 那个。帮龙虾放掉了。一台跑下来。你这边是3花1台。对。
所以 ants 扣600，所以无所谓。所以你把我们龙虾给放掉了，对不对？再见。最好的画面给放掉了。哇，要下一下一，因为南风，我要国龙没心情打了。哎，怎么这样说？专心打，好吧，龙虾我们通通淘汰。来，南风逆转胜。好了，马上宣布的南风逆转胜，还有东风只累积了5600啊，本来又有1000多的啊，哎，最后要放了一炮啊，那个龙虾被淘汰了。好了，现在画面就没有那么那个哈。哎，也不是这样讲嘛。好了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哎，加油啊！来，这是谁？我吗？你装，给你的鸡的。四，看四角的牌。来看小玉姐的牌，啦啦啦。零，国荣哥。出菜。出菜哦。9条，非常的合牌，白皮，7饼，9万，好的，1条，1饼，3万。都尖着，真的。2条，不是七七不打37。嗯，好了，打出来。1万，碰，3万。得，先拿进来，不要急。9饼，今日与他无缘。4饼，4饼，哎呦。杠一个，再7饼，吃一张。哎呀，赶上了，赶上了。东风，没意思，是不是？来比，碰啊！哎呦，美风，吓死人了，这一耶！哎哎哎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等下，碰。先把牌拿进来，2饼，吃。哎呦！我靠！哎呦！7条。嗯，这个就尴尬了。好，8饼，吃。你看是不是？小玉姐真好。9饼。哎，这不达到下架4扑。对呀、啊，太软了，哪个？5条。这个还没替，那打57条。好不好？人家本来那个发财，本来单调，对，现在变成2头了。红中，来3条，9条。帮红哥，这牌不能冲动。西方，1饼，9万，看看牌多烂，还真烂，烂的很，烂到不行，跟打9万，哎，生气。9万，还有8万呢，哟，再一个，哎呦我靠，来8条，小鸡，小鸡，小鸡。西风，不能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7万，不容易啊。糊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来，7条。哇塞。58万之魔。哎呀。才说8万。怎么删掉？
对啊，转到五八万了。嗯，你看，打开，白皮自摸。南风力转正，第二把，哎。所以刚才完全就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是哦。现在一换你就。哎呦，看四下牌。先看 N 的牌。来力。火龙哥，彩一杰，邓来坤。哦，你在出彩啊？没邓来坤啊。他到了，没邓来坤。哎呀，他们的速度。那么累，南风。东风。碰。西风。红中，北风，发财，碰，只能靠这样了。是西风，九万，中。南风，一笔吃，六饼，九条，吃一张，好的，三饼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六条。吃，太合牌了，才吃第二张，一万，这个牌就是这个歪打水果皮，二万，碰，碰哦，签约，六万，碰，七万。北风，看着都累啊！这一笔，我也觉得很累。二万，八万，哇，碰九笔，木有。三条，跑，结果，小鸟，这一定是小鸟。九筒，一米，一万，讲太大声了，光哥，一万，五花，对，西风，弗拉奥，弗拉奥，九条，胡拉，啊，两张，啊，你这把怎么用吃的呢？吃错了。对啊，不然就唬我的六条了。靠，会不会打牌啊？没有，我看白皮漂亮。四条。哎呦，拿那么多张八皮。啊，屁股。南风，你转身第三把，我来唬他一把。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徐大银，郭龙，小一姐，猫知道啊。嗯，开始赛哦。九万，八条。嗯，那要加水呀。二条，东风，一饼，一饼。东风，西风，碰，一条，
花儿。晚一点，晚一点，吃完。白皮。哦，九万。来碰。你刚跑八条，跟。八条。正确的抉择。正确的抉择。三条。春鸡。小饼。你最爱的。这是没有了。这是没有了。对呀、啊。六万。上一张，上一张。要了，我刚刚才打哪个？出一张，要放炮。你要放炮了吗？差不多了。真的吗？六饼。没有。哪有没有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六条。二万。没意思。红中。谢磊哥，开壶，门清门中。哎呦，我又听回来一次。卡斯还没听啊？还没听啊？因为又摸到这个。对呀、啊。这么厉害，二饼都不打。门清才台中加三个德饼。好，南风绿船是第三把，胡龙。第四把。我第四把。十，大家看四家的牌。先看国龙哥的牌，小一姐的牌。N。小 N。来哦，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家最后一把呢，看看四家的积分现在多少哈。现在最高分呢是国龙哥的8400分，好多。然后小一姐现在是5000分 ，N 是4100。哇，你们俩差900，所以你一定要胡他的。好，好不好 ？N 最落后。胡他的，好。可以出菜了。九条。来九条，九筒，九饼，九万，哎呀，好，北风，一筒，碰。六条，很巧妙的避开。好，西风，风，好，先拿进来。好，我差点忘记了。好，儿童，东风，发财，我不要。三饼，吃。哎呦，很厉害哦，掉出来了。五饼，吃。北风，二条。踹，北风，八条，四条，哎呀，吃，要不，你最爱的，多吧，碰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，换人了，东风。感觉国龙哥又差不多要停牌了。还没，还没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。慢慢来。对对对，不要太快。三饼。
flower， 四条。画笔，出一个。阿兰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请慢，没问题。我也是后队。哦，阿兰，阿发，七条。我也是后队。哦，阿兰，阿发，七条。九万，杠上。死花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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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要十二条，二条我不要，我要，谁的碰啊？碰，这两队我想，二万，再吃一刀，哇，一万，该不要吧，无比。北风，西风，咚咚咚，九饼，猪猪，最好是小易放给我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一起晋级。哦，差九百分。你要第二个选择吗？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比如说我自摸自不要。我变弱。东东，哪个变弱？快讲弱了，哪个？都是你啦。好。哎，我都没办法啊。哦。被摸一把放三把。哦。你看，你还独挂的这个牌三六万。哎呀。独挂哎哎。三万只出一张啊，六万没有出半张哎。对啊，你看。啊？哎，哎，到都在后面。哎呦，你看。不打了，我不打了。都在后面。你看。我哎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都是我害了你，好吧？啊，你还过水啊？八条。嗯嗯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唬你，没有。你吸皮，吸没有没有，只有白皮。没有，那时候没有白皮。哦。嗯。也不够。对。分数不够，卡哦，本来第五八条，对，本来第五八条，嗯，没什么牌了，好吧，现在我们南风淘汰，好来，我们西风冠军赛，好，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赛，哎呦，现在剩下我们两位了啊，这是我们的卫冕啊，小易，哎呦，这个唯一的男生你要打上来，是因为我帮你拱上来了，对啊，对，说要杀他卫冕，帮忙弄我，完全都没有。果然还是年纪大。东风南风累积了15,300，只能那个牌没办法，逼着你放炮的。对啊，三六万，要不要上一把三六饼，都那么漂亮，都全部没有，全部都在后面。对，好来，你开门。西风15,300的奖金了啊！十三，把它看四角牌，庄家国龙，小易，梦之，梦林，梦林，西风。好的。东风，白皮，西风，红中，红中，九万，东风，北风。喷一个，一起棒，哇哦，很好，嗯，很美，嗯，好了，三条，
一笔三万。八万。三条。还猜对哦。是吗？嗯，红中。我下车了。你下车了、哦？对，三万。确定哦。猜这么美，我都吃不到。你看这个麻将，嗯。啾啾。碰一个。好，谢碰，谢碰，谢啾。天哪！五平。他先抓牌。先抓牌。嗯，双眼皮儿。双眼皮不要。美眉。南风。四条，好了，八条，嗯，六万，吃到，哎，中中。九万，哇塞，直播已经摸两把了，没关系啦，绝三条是，思考一下，嗯嗯，摸到绝三条，你看，对啊，其实哪有这种道理？对啊，外面已经打两三，摸三条。你看我多厉害，吃一次，但是很怕他要碰这一张哎。好了，也是要打了，来来来，五条五条，厉害，九条，碰一个，哎呦，光哥你听了没？哦，我听了很久。被砸了，完了，骗人的，那听没有听？六米，还没。他听着干嘛要傲傲？傲啊！对。哎呀！他可能还碰二条嘞。才四万。我靠！还有这种事情？五饼。没有坚持了，二条。看。哎，真的。六万。那防他了，二条都没有打，真的。八饼了，不碰，不碰了。当将的干嘛？好吧，分打，吃，好的。不要客气啦，哈，吃了，等一下先抓，发财。嗯，八饼，盯着打，九饼，碰完球，四饼，西风，六饼。九条，哎，还没，太快，没有摸牌机会了啦。三万，三万，不要急，开张，杠上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五条，吃，碰，胡了，胡了，胡了。你看我跑多快，嗯、跑不掉，没有台了。庄家台，庄家一台，好，西风冠军第二把，小易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一条巨龙，啊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易 ，Go Go Go， 孟之，金牌金牌，小徐，郭龙，出菜，我啦，嗯，九万，嗯，Yummy吗？
马加米的白皮。难。九条碰一个。嗯。先抓白哦。要先拿出来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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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一万。空中。碰一个。来。来，给你。先抓进去。四条。白龙这么水，我要安怎才好？好当。前面让他旺一点，万一他打到中指，到时候把我锁住就好。饼甜的，最后一关就对了。红中，好一条，一条，九条，吃，好了，四吧，八条，哎呀，发财。薄皮，薄皮，蛮可爱的。不要一直盯着我的耳鼻。一万，嗯，九万。碰，刚刚不碰，现在碰，这么厉害，拉进来。三个，嗯，画饼。八条，七饼，跟打四底，碰糊了，哇，红哥他太旺了，抢抢棍，一四饼，哇，一直要一上厅都上不来，你看这个庄家四台，三台庄家四台。好，西风冠军第三把，来，梦之庄家。好，十一，看四张牌，庄家梦之。进牌，进牌。小徐，国龙。啊，小易。别来瞪了。小易没自摸就不行了。还要出菜哦。别来瞪了。南风。北风。发财。左手。南风。西瓜，西瓜甜不甜？冬。哎呀，西瓜，红中，中，六遍，放一个，九条。北风，六万。红中，小鸡，还两个苍蝇，五条，放一个。八条，七饼，三饼，三饼，我以为是三饼，对，我也听成三饼。八条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，北饼，刷嘟嘟碰一个，嗯。一万，再摸一个中吧。一饼，好的，跟打一饼，小鸡。哎，我没有打过一个别的，白皮。全是字，嗯，九饼，这样也好了。对的，给你有机会。阿兰，机会是不太敢想。
条。这还可以吃个边七条。吃吃。一碗。吃一张。完了，这个麻将。披风。没有，你这个哼害我想收回来，差点要收回来了。没事，别怕。放炮放到怕了。想想呢。好的。四条。二万。西风。阿内搞我六万块。哇塞，我真的发财。哎，还有发财啊。有呢。来装结果，有没有人要？六万。四条。六条，太紧张了。真的很害怕呢。怕死了，还是就是你，四饼。三饼。又是六条，嗯，哎呦，一直要人家打这张，真的很讨厌呢。啊，随便啦，二饼，没办法，从一开始就不想打了，一直逼我。你看这个牌，都是这样的。庄家三花白底，对不对？三条。西风关系下最后一把，两位的分数有点悬殊了啊！这个小易1900，啊，国龙，哎呦，7500，啊，那稳稳的了，啊，你看摸几把呢？摸几台？告诉你，摸几台也没用，嗯，几台没有用，12，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莹，国龙，哎，小易，阿弥陀佛，孟之，蔬菜，90000，放一个。咚咚咚咚咚，西风，八饼，东风，北风，白皮，留不碰。下次再来，西风。北风，发财。六条。小念。花花世界。好了，九饼，好一个，南风，哎呀，南风，九饼，南风，八条，东风。三饼，出，能出就是胡的，八万，
东风。哎，七条。二万，十一张。哦，一。左手，左手。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我紧张。哎呀，碰一个。我要笑死。碰一个。五万。七万。五条。一万。嘿。白皮。碰。哎呦。刚才他就没碰了。还先抓再丢。谢谢你的碰，啪！也是要打，好重啊！两个圈圈，好用力哦！搓掉，太多了，搓掉。三万。搓掉，太多了，搓掉。三万。花台。嗯。九万。四万，哎呦。哎呀，六条。吃一张，六万，又吃了，太夸张。要逼死谁啦？逼死谁？不要。是。八条。安全。我。啊！二十一万。怎么？哇，差多了。哇！你挣一个国都，你看，你还有手，比人家没有，我真傻眼。我想三饼九饼有限，你知道吗？六饼好掉。你口你口自摸啊！哎呀，我转手哎。哇！我起手就硬着头皮做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六条，六条。看着我吃三饼呢，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看着你吃三饼，七饼，对啊，白饼是手气，这是手气，嗯，两台三台，我已经摸起来不打，哇，我那把转手摸七碗了，厉害，啊，所以呢，小易，我们西风淘汰，拜拜，你的奖金很高哦，啊，我要守住，我要守住，要守住，好来，现在败部复活战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，哇。这个意思叫三娘啊，一个老男人把三个年轻的打掉了，对，他太旺了啦。等一下奖金高啊，两万六千四哦。幸好尊贤我们，所以打到败部或赢的话，还有两万六千四，是不是？好，哎，来开门。十四，看三下的牌。先看 N 的牌，龙虾，小一杰，好，来出赛喽。N， 哇，四万。哇，有没有搞错？就开始的，就开始的话，你拍加二啊！是要给死人呀！懂。啊，你做位 TikTok 拢是讲台语哩？好啦，我较奇怪。你较奇怪。好啦，第二拍四班。我们也是要有台语受众。台语讲的很好。我台语。二万。你说我？对啊。我对啊，我南部长大了。南部长大。西风。对一支。
对自己，人家会看到，想说是不是看错台？嗯，来嘛。酒桶。我们来个小鸟好了。好的。各位，现摸的，现摸的，现摸的，没有要那个的意思。现摸的，现摸的。去，坐下。走走走走走，好。还这么美。马桶。不用吓我。干嘛猜这个啦？对，七饼，有没有点失望的感觉？发财？不会，不会，就是。我只看到自己又打东风，上一张啦，东风，五花。红中，太奇怪了，这个网子怎么回事？八万，嗯 ，Thank God， 五万，北风，六万，怪怪的。背板背板，走另外一门，走另外一门，这么多啊！七八九点，七桶，嗯，为何伤心？就是不会打了，就是不会打，对，然后还赢这样子，九条，太逼人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哇！来，刚摸一个三角才进，对，这个牌。我大字怎么这么难碰啊？嗯，三个人啊，三个人都洗到后面去了。对啊，门清庄家，好，两台。半步破绽的第二把龙虾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搞笑的，你真是太搞笑了。来，龙虾。哎，对，牌都还没拿呢，看三下的牌。先看龙虾的牌。小一杰，很久没摸了。可以出菜哟，要做去啊 ，sorry， 来赛，公盈利哦，哎呀，多国语赛，在网络上有看到那个麻将英文教学，哦，对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就是用英文讲的，中文字都用英文拼音，中这样子，难，难，这样，哦，累。对，太可爱了吧！你反应有点，那晚十秒。酒桶，背包，丁呀，不什么矮，八条，南风，碰一个 ，sorry， 六桶。夸张哎！二条，二条，我就不信了我。红中，二万，动脉来哈，地动脉来，二饼。看我要造诣。二饼，吃一个。一笔，
九条。七比五，很漂亮。一比，台面都很漂亮。算了啦，我已经五条，我已经换气了。二条，两比，我怕你哭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三比，吃一个，真可怜。八万，九条，发财，谁的？八万，这个就是发财假搞了。十万，这就是假搞。发财，二筒，龙虾，你也给我出一张嘛，很难呢。你刚好都摸到那个，难不？很难就很难。梧桐，九万，红中，还这么烂，我都快哭了我。五万，梧桐。辛苦了，好了好了，给你七万，八筒，傻眼，我的妈呀，大饼，什么都糊了，又来了，国王哥，你笑太大声了。补花，一万，吃一个，八万，补了，对头吗？什么对头？我听什么？我如果不给他吃三饼，我都已经糊掉了这个牌。来，牌倒下来。好，来庄家台。败不过，占了最后吧。报告你们三个的积分啊。现在最高分是 M 的6100分，那龙虾现在是3100，小一姐是5800，所以你为我打他。你差3000，你差3000，对，好，差那个。龙虾跟这个我 N 差3000，啊，跟小易差2800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待会再告诉你要摸几台。来，你装小易装一下，你跟他分积分来算，算一样。嗯，好。十出。好，来看三家的牌。先看小易姐的牌，五机会。N 龙虾悬了。好了，可以出菜了。九饼。九饼。南风。虚张声势一下，表演下马威。好，先打了八万。哎呦呀，没有，八万八万。五花，红中，碰一个，嘎抓。进来进来进来。嘿，拍谁？安妮，安妮。行，安妮。好，安妮，好喝。baby， 碰一个。九条，嘿、hey, ，可惜嘎抓，我不喜欢嘎抓的，啾啾，
风。啾啾啾！不是说好我们要合群吗？发财！赛几步？好，开到赛我就开心了啦。南不赛，想起老师。对，南风。给他抓。好，四条。九条。三筒。呼呼，五花，有点远。谢谢。七万。啊，吹到，吹到。给你打一下六饼。六饼。周边。九条。拜托的啦。一饼。九万，三笔，好的。哼，我就知道这个麻将太快。然后等一下一猜他又来了，八条，三条。八条，西风的花，哎，度日如年的感觉。酒桶，来一个，哎，西风，发财。我觉得我好苦哦，好难摸，对，哦。你都一直掉盘，然后我又一直很不争气的摸大自然风，哎呦，动都不动的，四万，八万，奇怪了，对呀，这个牌怎么都大家都上不了，没有动静，对啊，没丁没当，三饼，三饼。四班卡卡，好了，安全就好了啦。嗯，一万一万，不要了，安全安全安全。三条，四条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个麻将真的病。四饼。一饼，还是八万呢，还是八万呢，一条，非常神奇，这个麻将，怪奇怪，你不动我不动，你不动我不动，对，大家都不动，好了好了，发筒，你不动我不动，三万。不动我不动，你一动我就动。八饼，二饼。天哪，我打黄了你们三个。好嘞。哦，五万。哇塞，好想要坚持下去。五饼。不要坚持。你看三四五啦。不要坚持，你的自摸就可以了。有机会了吧？五饼。好了，不要坚持，吃一个，谢吃，来哦，好，丁勇，挑战吧，大神。
胡冰。好了，不要坚持，吃一个。蟹吃。来喽。好。丁勇。我有预感。我有预感。各位观，哎，观众而已啦，观众一万。命真苦。红妆。还好啊。嗯，碰到了，碰到了。没有。快黄了。要黄了。黄了，爱就赢了。拜托了，他进走了。你一定要主攻。懂。哎呀。你不主攻比赛。一万。你不放炮也是个办法哦，因为快没牌了。这。六头。起来！不好，不好，不好说。到底听什么？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？胡同，神奇了吧？来，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是我。你安尼讲，大家拢知啊？那有可能的代志？三客门清四花庄。哇塞！懂了，再把一点挖了，再对对。还有哎，可以丢这个换吧？啊，你可以丢这个换。对呀，丢九。大家想说六九三六九。三六九，他刚刚都打了啦。九万应该。不，他也没想那么多了。对，都接还有北冰呢。对，还被龙虾摸走了。不用了，你胡了就赢了。对，不用算。五八五，好吧。哎，恭喜小玉获胜。他们两个牌都卡住了，到都没听，他到现在没听。对啊，这命真的苦了。来，我们决战北风北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今天总奖金呢是26400，总值加5000，31400，破3万。高高的。你要两把，你一把牌赢了就跟我对决了。啊，如果连赢两把，八点难了吧？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。先看国龙哥的牌，来一点，上，加油，快出赛哦。九万，打外面对。万字好，二万。五条。二饼。六万。吃一个好不好？吃一个，哎，四万，八万，二条，八条。九饼，四万，又四万，八枚，那还那么爱加？听牌来吃，七条。啊，那我只能唬你了，龙哥。没办法，这个听牌的，快倒下来，别乱张，摸到七条啊！哎呀，漂亮漂亮！你第一张二饼就该吃了，三，不要活该，不要，我要，我是这样，他听三四饼听跌倒，你听别人，我就叫你机会比较大，你的牌比他漂亮，对啊，我就吃听了，结果他又摸一个七条来打，我就想碰八万，好吧，对啊，现在一平了，下一把决战点，决战，来，我们终点战。决战北风北的终点站，来，小易，八点，八了。决战北风北的终点站，看两家的牌。先看小易姐的牌，呀，龙哥，好，可以出赛喽。好哟，小牛，二万，九条，吃一张。哎呀。六万，六条，七张，哎呀，
是厉害。月饼，吃进来。吃两张。八条。一条。想啊，四饼，六饼，二饼，二饼，八碗。我以为要吃回来了，五万，出一个，九万，九饼，九饼，一万，碰一个。想到八万，四万，碰，没办法，六万，五万，啊，没关系啊，连着一四万，嗯，他牌打得很烂的，他牌其实打得很烂的，我是鬼不好，我真不骗你，他牌都打得很烂了，鬼不好，真的。我在旁边看，他七早八早，六万，七早八早那个九饼，还有一个，六饼，六饼，哦，反正我不会讲的，算了，估一张五万不打，啊，却不打一饼就打五万，你知道吗？摸到六饼应该打九饼嘛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要靠张就停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那时候一二三万的。啊，反正那个牌哦，摸了就听那个牌，他听十七万，早就听十七万了。他就是这样，他才会苦啊。嗯，好了，他的套数。好吧，恭喜郭龙获胜。耶！要不我走了。坐着，来，跟我的决战北风北。来，恭喜啊！我们这个竹南来的国龙哈，秒令啊，秒令，不要，得不要急。等一下，还没有啊？你这样扣两万啊！这恭喜你哈，今天达到我们的宗旨哈。这个一个人啊，一直叫三娘啊，三位很可惜啊，谢谢送你们的这个营养全面升级的养生纪念袋，还有健康幸福好味道的纯酿在酱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还要祝福我哈，来国龙开门，加油，看你们两个谁比较硬。是，决战北风北，看两家的牌。好，我们先看龙哥的牌，小徐的牌。好，可以吃菜哦。一桶，很好。哎呀，一桶。八条，二筒，八万，九万，九万，二条。碰一个，打开碰，先打这一张，一条，碰，打八条，这应该不要，七条，啊，六，对，七，打六饼，五饼，
一饼，抓牌九万，二饼，杠，五饼。八条，哇！又什么？够硬，生气！好硬！我不砍，如果在对面，我就会有。三条，撤！哪个的气势？一万。八饼，五饼，三张，真的很紧张，好可怕哦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。你不会断牌了，你一饼，三万块怎么可以说再见？三条，还有三条，抓牌。五饼断了，哇！还是一张四啊，好危险啊！好，你也知道危险。韩信说，还是要给跟打，是扭捏的韩信哦。跟怎么打？哎呀，摸错了，摸错了，六万。哎呦喂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跟打不玩，不玩，不玩，九饼。二饼，四饼你也不要，啊？六条。挑战吧，大神。二饼，四饼你也不要，啊？六条，哎呦，哇，发财了，一个杠，九条，紧张了，刺激哦，抓牌八条，到底，哇，什么？哇 ，chicken。韩信，二，没有，没有在这里了，没有。哎呀！哇，那个太美了啦！对，太美了啦！他刚刚摸什么不敢打？七万，摸七万不敢打。打了，后来打。怕什么？进三万，进三万了。你打你摸七万不敢打你下车哎，你本来哦编三万，他本来先编三万，你不是打了一万吗？他摸七万然后不敢打，但还是打，还是打，还是不是之前他打一万的时候摸六万，打一万，然后你打六万，他跟你打六万，然后本来听他五万嘛，嗯，还没听的时候就是看三万，你听那么晚了，那让我担心什么呢？对啊，哎呦，四点才听的，哎呀，韩信就是成这种不会打牌的人，来跟我们不要骄傲。来，国龙，好吧，我要三万一千，我们守住了，好吧，好，谢谢你们大家参加，谢谢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上网搜寻下载我们挑战吧大神 APP， 想要挑战的朋友呢，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报名哦。谢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